你在干嘛呀？弟弟，妈妈叫你呢，阿弟弟呀。弟弟，妈妈叫你都不动啊，阿弟弟耶。嘿，你在那边看什么啦？你看都叫不来，这小子。看嘟嘟阿迪呀、啊，你不理我，你看看，小调皮呀、啊，动个耳朵表示一下，不动就是不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猫咪、爱多肉的梁，看热肉啦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这一盆九头群生的大紫蝎，看看现在长得很好，我很喜欢这一盆多肉，我觉得超好看的哦。这个大紫蝎呢，这群生的大紫蝎是我一个月前买的，那这个群生呢，本来是种类小三寸，是我两个月前买的。可是你看，长着长着，除了颜色以外，它真的越来越像紫蝎了。我也问老板，他说这个可能是紫蝎或者是银天女的胶种啊，好开心哦。又赚到一颗了，这一颗当初也没有这么多头，你看这些小小的，这些全部都是新长出来的，超开心的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群生啊，概略数了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至少有十个头，十全十美啊，太开心了。今天的任务就是帮这个十全十美的群生多肉把它换到大一点的盆，因为它这个铁锭是对它来说太小了，而且我把它种在这里它长不大，我想把它换大一点的盆，至少要让它长成这种形状。它现在呢，本来是青绿色，现在有一点淡淡的粉紫色，不知道是不是紫蝎啊。反正不管它是什么，群生的养得漂亮就是美。那我今天呢，因为它这个在我这边已经浮盆了，所以这个呢，我就要把它换盆。那因为两个多月前才换盆的嘛，所以不用修根，直接用套盆的方式直接把它换过去就行了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怎么帮这个大群生套盆，动手咯。我想这样把这个移到这里面，那因为刚种嘛，所以用套盆的方式，套盆就是把它直接挖起来放进去，不用修根。那我这个洞呢，已经挖差不多了，这个种了两个月了，看有长根，但是还没有长得非常好。那这样放着呢，我原来这个太多颗粒了，所以它长得有点慢。那这个颗粒比较少，泥炭比较多，然后过来就把它推好就好。其实如果你泥炭用太少，它的根没有地方
附着，它反而会长得慢。这样就可以了，不然就把铺面弄上去。好像有一点不太周正，歪边哎，重新调一下。好了，冲好了，好了，这一颗新的紫蝎我们就种好了，期待它继续扑盆成长啊！这个应该会比较快，因为不像之前那样，之前我已经把它根都修光光，现在这些全部都是新长出来的，所以我就没有修，用套盆的直接种上去，它扑盆就会快一点。现在看起来虽然有点夸张，很夸张，这个盆很大，可是如果十个头都长出来，那这个空间也许就刚刚好呢。给你们看哦，真的是十个头，下面有两个头，一二，然后呢，三四五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六七八。就十个头哎，反正最少有十个头就对了啦。那可能还有一些夹在里面，那也不得而知。就等着它长好了，变漂亮哦。那为什么我会急于在这个12月底的时候来弄呢？有人会觉得说，那就让它在原来的盆再长两个月大一点再换，不是更好吗？理论上是这样说没错啦，但是你想，如果再长两个月，那我再翻盆，那是翻盆过后，大概在两三个月，它就要度下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就不确定它能不能把根长好。那我倒不如现在赶快换，让它适应这个盆，在这里长个半年再来度下。那个成功的机会比较大，因为你移来移去，它还是需要时间适应。那刚好最近的天气又特别凉爽，这样子凉凉的，然后白天又有太阳暖暖的，这样子刚好可以，非常适合它。你看，我要换盆之前还是有空的，你看看，它这个就是因为我有空，所以它就是比较干燥，所以直接移过来就行了。那我现在也没有打算给它浇水，大概也是等天气暖和了，大概三五天吧，那时候再来浇水。好了，今天这个群生的小紫蝎套盆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欢迎评论、点赞。
还有别忘了订阅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